家都已经在等我们了。我来介绍，这是天岭一篑和麦特比，对吧，博士？请多多指教。至于这位是一篑的朋友。哦，我叫西赫。今天会请一篑跟麦特比到这里来，主要是想针对死亡徽章战士的性能，请他们提供相关的情报，尤其是普罗战士的情报。哎，西赫，看到没有啊？你是说角落的那些箱子啊？才不是呢！博士，桌上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那是答谢你们来帮忙的一点零嘴，你们想吃多少就尽量吃好了，没关系。好棒啊！我们走吧，西赫。这不好吧？哎，一篑，除了西赫之外，你没有带别的朋友来吗？他们都是五分钟热度，好像都跟我爽约了耶。你都没什么好处。等一下，我们去小苗姐那里，让你洗个机油澡吧。真的吗？既然这样，我们就把麦特比的记忆影像放出来，看看他和普罗战士战斗的情况好了。请便，请便。是我回答才对吧？麦特比被偷了。一篑那家伙好像自己先走掉了耶。我们太慢了嘛。少啰嗦，我出门总是要先把自己的门面打理好吧。真是可惜，我们只要说说对普罗战士的感觉，就可以看到正在开发的新型徽章战士。而且他们还会请我们吃不少东西呢。啰嗦什么，现在去也还不迟啊。这就去徽章战士研究所。徽章战士研究所？你怪，你在这个地方做什么？你竟然在地下铁的月台上睡觉，这可不是小学四年级会做的事。哼，要你管。我问你，你们刚才说要去徽章战士研究所吗？我们说话关你什么事？你欠扁呐、对不起对不起。你别这样银冠，难道你对徽章战士研究所也有兴趣是吗？黑龙很好奇他们开发的新机型，听说他们研发了两具很棒的机体。原来你是想告诉黑龙内幕消息啊。老大，好啊，你就跟我来吧。不过相对的，你得帮我问问黑龙能不能让纸猫机器人调整到转换模式，这是我的条件。好吧，没问题，我去把你问一问。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们走。是。机关枪跟辅助机关枪都没有受损。一般模式的速度比驰骋模式还要快。我们再来看下一份资料。哦。这是麦特比被打败了之后被弹开的样子，把麦特比身上的力量显示出来。真是太可怕了，要是旧机型，这样早就四分五裂了。危险，他的战斗能力实在太高端了。死亡徽章战士一定是将城市容量的100%都开发成战斗力，这种东西根本就不适合给小孩子来玩。死亡徽章战士就像是个暴力妖怪，我们不能不管。我们的徽章战士有种情绪，也就是说，小孩子跟徽章战士之间能够产生一种心灵相通的感情，这才是我想研发的徽章战士。麦特比就已经发展到最高峰的阶段了。这话听了真舒服。可是，他们如果开始贩售普罗战士这种机型，我们的徽章战士不就只有输的份了吗？我们不会再输了。抱歉抱歉，可是这次麦特比会躲过一劫，完全是因为普罗战士的电池耗尽了。那是因为他说的没有错，显然所有的小朋友也会开始倾向这些产品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想把这个东西介绍给你们认识。太犀利了，方舟甲虫。这是方舟甲虫号，新型的 KBT 徽章战士。再来是长角甲虫号，是 KWG 的新机型，功能很强，也和过去的徽章战士一样，也有心。哇，他们的高度是麦特比的3倍。我听到了，一篑。怎么样啊，要不要跟他们到测试区玩玩看呢？我要我要。西赫，你也玩玩吧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啊？怎么会呢？你很高兴吧，西赫？像你这种初学的人就可以操作这么厉害的徽章战士了耶！博士，你好厉害哦，竟然这么快就能研发出能够对抗死亡徽章战士的机型。其实这并不是我所研发出来的。啊？他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。
他罢工啊？他被我们辞退了。他对于开发徽章战士虽然拥有出色的才华跟热忱，但是我的这个想法到底有哪里不对了？制造终极的战斗机器人，这应该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。你错了，我们希望开发的是通过徽章比赛能跟小朋友得到共同的欢乐和悲伤，借以增加友情，进而获得成长的徽章战士。像你这么优秀的技师怎么会没有注意到呢？这是自欺欺人。小孩子真正想要的是比任何人都要强的徽章战士，是能够在一瞬间破坏所有敌人，所向无敌的徽章战士。五鹤，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。这个房子还真是大。徽章战士研究所，你好，能不能请你帮我找刚才来这里的天理一窥呀？请你稍等一下。嗨，让你久等了。托火王子，你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？对不起。没有关系，这里有个好东西哦，快点进来吧。开门时请注意。情况很顺利哦，愉快。你别把我的徽章弄掉了，一奎。我知道了，这个徽章就代表了你啊。话说回来，动物王子他们真慢，他们再不来就看不到我们的英姿了。好了，怎么样，麦特比，动一下看看吧。不能动。什么？一奎，帮我推一下呗。好，再用力一点。开始动了耶。哎呀，痛死我了，痛死我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要突然回头嘛。这样啊，对不起啊。好酷啊。这里就是用来测试徽章战士战斗能力的西部小镇，只要能顺利击倒潜伏在镇上代表坏人的黄色标的，平安地到达对面那个中塔，测试就结束了。但是如果误击代表善良市民的徽章仆人，测试就必须终止。西鹤，你先来试试看吧。好。东东狗准备，让长角甲虫号前进。快速前进，往右前方45度角跳跃，哇，好厉害，用东东狗的徽章竟然也有这种威力。驰骋模式前进，一般模式。他的机动能力太惊人了，说不定在德克斯之上。真是太厉害了，成绩很不错。要操纵长角号是很不容易的，你很不错哦，细鹤。只是巧合了，敌人又来了。快点躲开啊！长角甲虫号现在应该。测试结束，资料收集完毕。你不要在意，西鹤，长角甲虫号本来就不好控制的。我看你应该本来就很厉害吧。这怎么可能嘛。我想也是嘛，不过你的表现真的很不错。现在轮到我们两个了。我才不要呢。你怎么这样？我才不要用这种零件来战斗，快点给我换回原来的配备了，这样测试就没有意义了。我不管了。我老大，你看，那是麦特比吗？他的样子好奇怪啊，他的徽章该不会拿掉了吧？拜托，这个机体一点也不适合我。你就忍耐一下下嘛。麦特比在那个新的机型里。太阳神号传送。
你把太阳神号传来这里做什么？驰骋模式。我要把太阳神号看到的画面传送给黑龙，那我在他心里的地位就提升了。一块有画面传送过来。传过来。这次你真的立大功了，银块。哎呦，一块，这身装备救得我快变成雪人了啦！习惯就好，习惯就好。有了，火影炮。好。一下就倒了，好厉害哦，简直不像徽章战士。注意左后方的建筑物，这一次试试看弹簧炮吧。好，快来打扫干净啊！那不是敌人，停止攻击！等一下！对不起啊，麦特比，别乱更改指令好不好？你的身体根本不听使唤。有敌人，小心，快躲进门里面！看我的！一块，你怎么办呢？对啊，怎么办呢？一共有6个，可恶！到此为止，测试结束。这样就结束了？哼，我早就说了不要打嘛。如果是用我自己的身体，他们数目再多，我也不会输。方舟甲虫号跟麦特比的徽章应该很能够配合才对。看来他在性能提高之余，也得花上更多的时间来适应运动能力。打从一开始，我就不想适应这种机型。那也是个徽章战士，根本就没什么嘛。你们听着，趁现在把麦特比的身体搬走。还是你不想要纸猫机器人的变形零件了？那好吧。我们被发现了。快点逃吧。动作快，我来引开他们。知道了。真的要搬吗？这么啰嗦干什么？嘿，到底怎么了？博士，看来好像有人入侵到研究所之内了。太阳神号 ，Hello， 打搅你们了。银块，你怎么会到这里来啊？我是来打探新型战士的消息。做间谍的哪有自己承认的？在这儿，先等一下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正好看看死亡徽章战士跟方舟甲虫号战斗的情况。一块，帮我换回原来的身体。知道了。太阳神号，快给他一个下马威！什么？这场比赛已经开始了，再去换零件可是违规的。可恶，死亡徽章战士根本就不守规则，少跟我说什么规则了。嘿嘿嘿，那我就要换个零件了。麦德比，你就用方舟甲虫号跟他战斗吧。好，我就用这身装备跟你比。他们上当了，我现在才不让你们传送麦特比的零件呢。总算逃出来了。我们送去给黑龙的时候，一盔要是传送怎么办呢？把他搬到车子上。你不是黑龙那里的管家吗？就是黑龙少爷要我来这里接你们的，快点上车。我知道了。看我的。一点都不准，慢慢的跟你们耗时间就行了。可恶，动作倒是挺灵活的嘛。你们的动作也太迟钝了吧。好，那就改变策略，我们就封锁住他的行动。麦特比，你把他引到那条巷子里。知道了。一块，这是一条死路哎！你先冷静一下，赶快转过来啊！就看他转不过去啊！攻击，攻击！怎么办啊？一块，这么猛烈的攻击，他都没有损伤。跟麦特比的装甲相比，这个机体简直就是钢甲。既然这样，麦特比，退出来！好。很好，你要撑住！停！这就完了。太阳神号，停止攻击。怎么了？
麦德比是不是要睡午觉了？竟敢瞧不起我，岂有此理！看我的！趁现在跳到他的后面。好，发射火影炮，烫死他！的确厉害，不愧是最佳拍档。哎，天理一窥，果然是个天才，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掌握方舟甲虫号的特性，发挥到最佳境界，真是不错呀。总算把他打倒了，看来睡午觉的是太阳神号哦。银块，走出去。一块，我看还是帮我换回去吧。嗯，这样也好。怎么了？不见了，我的装甲不见了。怎么会呢？装甲传送。他会到哪里去了？到最后还是没有找到。我想研究所的人一定会帮你找到的。下一站是金城镇，金城镇要到了。那可是小苗姐最近才用爱心帮我维修过的装甲耶。那是那是我的身体耶。可恶，原来又是你们搞的鬼。可恶，一块，你快传送把它拿回来啊。好。你没办法传送的，因为我用电磁防护网把麦特比的身体罩住了。你好卑鄙，还给我。没问题，不过你们得先把我们打败了再说。你们还是喜欢强人所难。麦特比，好，就跟他们拼了。去吧，艾克萨斯。太阳神号，越去。就算你们以二对一，